始做饭。今天炖酸菜，有一块这个骨头，这还是我们自己家杀的猪，给它铺上，先焯一下水，搁点料酒，搁两个葱的，拿两块木头，不烧都该了。他说这几个接的，这黄漆挺厚啊，厚，嗯，这黄羊挺好，好一个，起的小废铜了，感觉是吧？焊的嘛，辣椒，辣椒，嗯，走了哈，哎，哼，那这个辣椒也行，这行了啊，嗯，那个行，那个这个哈，嗯，搁俩就行，俩就行，哎，这木头啊，这年头多了，不烧也不行，对，不烧。以后就不愿意起火了，挑细溜的。那塌，对了，这块真是又有点要塌了。这样，来，你动它吧，你看看。没事，越动它越往下掉。够了是吧？啊，差不多够了。哎，那你开门啊。对，来。好了，这是干不冷一嘎肉，这块是，那块是骨头，搁一个料包里，酸菜我通常都是洗之前，不是切之前洗一遍，切完之后再洗两遍。下锅了，来点盐，别的料不用搁啥了，因为得有那种料包，还得咕嘟一会儿。走，完婶来找我买瓜去，上我们南道的大棚那儿。一会儿啊，放热去。啊，妈，你那啥，看点锅啊。啊，锅啥呀？不是酸菜吗？行。嗯，我们到这地方了。他家这个这里边全是菜，有辣椒，有茄子啥的。这个是茄子。下车看看有没有啊？啊？啊，这有，还真有羊角蜜呀、啊。但是他这羊角蜜裂了，二婶儿。啊，有裂了。不一定都裂。你看看。它裂了，挑一般的好的呗。对，反正挑好的吧。这不是都挑好的？人哪儿去？挺好啊。来个人，他要是说两块钱一斤，他应该是挑出这小的。对大的不能两块。先上路去。等会儿人来的。先尝一个啊、哦，先替你尝一个，看好不好吃。不好吃就不买。对呀、啊，不好吃不买了。都裂味儿了，这个。它这光能甜。人家都打电话呀。不到人哪去了？关了不成，就是。还行，挺好吃。他这瓜不好。不好吃啊？好吃吗？这瓜不好。你买了？你那山药我家买可不好吃了，不甜不酸。啊，这还行。我们这可有正事儿了，做饭做到半唠吧，出来买瓜来了，人家人还没在这儿，等一会儿。这块挺多个大棚的，好几年了，种菜种瓜什么的。这个是西瓜，它这应该是晚西瓜，你看还没结呢吗？要早西瓜的话，它应该是早都结了。哎，有结小小西瓜袋的了，不能往里进，这里太热了。
挑上了你们呢？啊，这个，啊，快去拿来，都两块，这也是两块的，都两块，拿的生瓜。我能不能上那里去摘去呀？你要什么呢？要你要的好的啊，好的五块呀、啊，好的五块呢，嗯，不能便宜，有点溜着了。你看这就掉价了，要前天我们那是开就五块。我头一回儿就是刚下来，我头一次买十块。对呀、啊，我那要我说这是十块的，十块完八块，六块，我现在咋没有每年便宜呢？今天瓜好少。再给我拿个菜，谁知道了？买的菜贱。菜呀，有豆角吗？豆角没摘呀，没摘呀。自己摘点去呗。哪用摘呀？现在我自己摘去。你去摘去，那我跟我去摘去。行，我俩先去摘点豆角。人家这早，等我们那下来啥钱儿的，这瓜让他们先挑吧，挑完了待会儿我俩再挑。我儿子上大南头了，儿子，摘豆角去走啊！颠儿颠儿的跑上来了，哎，上六号，他让上这个六号，从哪儿能进去啊？这个六号吗？这不写着六号吗？哎妈，这块挺凉快啊，是不是能进去啊？你看看。这是黄瓜吗？不是，儿子，你看这是黄瓜吗？那肯定这不是呗，就这感觉不像黄瓜呢。小豆角，没有刺儿啊？对呀、啊，豆角不错呀，豆角啊，嗯，豆角多少钱？儿子，你拿袋。不知道，我没问多少钱。没问多少钱，咱们对吃不多少，摘点就行。这不都是吗？嗯，正好是没骨豆，我儿子就愿意吃这不骨豆的。骨豆的咱们摘。嗯，不摘骨豆了。我家木叔也不愿意吃骨豆的。随便摘。来，儿子，来。你挑绿的。对。你们这俩都往哪儿去呀？这不就全是豆角吗？就这两，就这两家，家没有了是吧？他八号棚还有。来，给你。我。来，儿子。我在这里头要摘一个瓜。现摘的好吃。不咋甜，那还行吧。咱不能摘太多啊、哦，够吃就行啊。是一顿呢，是两顿？一顿就行呗。来，儿子，袋儿呢？差不多了。嗯，差不多了。那这边这全是瓜，这一个大棚里就不点豆角，剩下全是瓜。把这瓜人家给吊起来秧了，啊，都用这种绳。这是生的，这瓜都已经卖多少茬了？他这瓜，这个大，看看，这个咱现摘回去，他就给咱算五块钱一斤了。这个大棚可大了，看不到头。够了吧，雪？够了。看人家柿子，哎呀，儿子这有一个熟的，来，就一个皮球柿子。都收裂了，看看。吃了不能要收要钱吗？哎呀妈呀，儿子上这种地方吃这些玩意儿，他都不要钱。都起沙了，像这个。你看看，真好。在超市里都找不着这样式的。找不着。嗯。这个靠墙这一排，全是那啥柿子，人家柿子长得这么高。十二块六，给十二块零。行，要用这个。十块钱。啊。儿子，哥妈手机付钱吧。我付点事儿了呗。不用，哥妈手机就行。哎，我付，我付。跑这个呗，跑那个。这个，这大儿子可不错啊。嗯呐，我这大儿子不错。二十二是吗？二十二。啊，对，十八呀。二十二。二十二。一百一十斤。一百一。一百一十斤零四两，四两。一百一十斤也不轻，不轻是不是、啊？不轻啊！一百一啊！你看我的，我看你的，你得别挨我。看你爸，看你爸的事儿。一百二六。哎呀妈，瞅不清。一百二六。六十三点几。嗯。儿子，你多少？一百斤。你有一百多。没有，没到。哪九十？哪九十六？啊，九十六斤，我二十。哪九十八？这是四十八点几？这是公斤秤。啊，九十多斤，还没到一百。九十六，我猜猜，我挺，我也沉的。你得一百五十多。妈，一百五得多少啊？一百五十，一百六十。一百八十四。一百八十四。哎呀，我大儿子。炒的没有那么沉啊。没到一百九，还行。我现在都得有一百九了。他妈的十。
实着啊，可实了。这慢，噔噔的，噔噔的，看那实。走吧，走吧，跟爷爷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嗯，看看人这大棚这茄子，瞅瞅，结的还挺厚呢。这边也是，然后那边多少个大棚，全是茄子、辣椒、瓜，然后那个西瓜、豆角、柿子啥的。哎，不瞅了，越瞅越眼馋，自己伺候不好，回家吃饭去了。这是骨头是啊？这是骨头，这是个哈喇巴。哦。原来我就寻思肉呢，掏出亮的东西。少菜。他要炒干豆腐。干豆腐，放点葱花。哎呀，红葱。酱油。来点。这啥过酱？来点。煎汤。来点蚝油。十三香。来点，是吧？来点小青盐。干豆腐高里头，咕哒。这是新鲜干豆腐，新换的，就不用打水焯，直接搁里咕噜就行，就嫩着。要还焯啊？对，让你焯一下。我以前炒就没焯过。朋友们好，今天炖酸菜糊大骨头，这家热的，真热，太热了，整半截烙还去买炭瓜，半瓢五菜，炒个干豆腐去，整挺好。开饭，开饭。炖酸菜我奶奶吃就行了。嗯呐。就是在屋做饭太热了，上火度我妈那炕今天很热，怎么不来？可能呀，你高能院做饭想晒死我呀，你懂行。吃小块的，吃这个。妈这全是瘦的，就是，嗯，没有那啥，没有肥的。我尝尝这干豆腐啊。嗯，老好了。你就点辣椒吗？就俩，是不是有？嗯，不错。你说在咱们这块儿，这个温度咱都受不了吗？这南方不更热吗？南方有空调啊，他们这城市讲话，白天都在家里边吹空调，到晚上出来。那不得上班吗？上班，反正人家在办公室就有空调，不像我们这在屯子，在农村啥的，总在外边屋里外头的。那办公室没空调能受了吗？嗯。我们这块这两天温度也高，35-6度，太热了。完了，今天还做这个菜。嗯。那北方的人上南方待不了，太热，受不了这个温度，受不了。冬天行。那冬天。冬天咱们北方人，人家那炕头都得劲儿。那外边冷啊？外边冷，你那屋里发凉。妈吃这个。不吃饱还能来呢？加点。我够着两方吗？再搁这，再搁这。够了。你吃个东西。不用。加点。够着了。行。嗯。热。这爷俩脑袋上全是汗，浑身都全是汗。太热了，我更受不了热天。你二婶买多少瓜呀？他买15块钱的，咱买10块钱的。买那么些呢？10块钱的买豆角。嗯。咱们买点豆角，我二婶没买。嗯。哎呀，太不干净。俩碗，一个手端不过来了，儿子。你能端着呢，是不是？那么的干啥？这撒撒吧。不是我工地那块离咱这没多远啥，那块没这么热呀。咱们这刚那两天也不这么热。就这两天热。是吗？嗯，就这几天。那天不这么热。都没出哪出汗呢？没出汗呢也。也都没出汗。车里空调玩意儿，那外边这也没那么，我不然开着门子干活呢。啊，住那个小房，它是以前老房子，就山上应该是陈导他们给山上住的，一个开荒地的房子，吓尿了，一进那屋阴凉阴凉的。嗯。
没有那么欢欢迎。嗯，在家不行，咱俩啥时候的？他说咱家不做饭，你们在那块那屋子也不做饭，不啥不烧火。对，那空调凉，凉着呢。今天都没吃多点儿。嗯，你们这一日个都吃不下去。大汗淋漓。瞅瞅这爷俩这汗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先到这儿了。嗯，我们就出去凉快凉快去。拜拜。拜拜，再见。上外边啊。上外边。